样都有，你只需要贴上改一下总 total 的 page， 其他都不需要改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假设我已经把它全部下载下来，那我要解决后面有两个延伸性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说，我希望能够呢一键的帮我把什么呢里面这一些多余的列删掉。那可是多余的列要怎么删比较简单呢？我前面好像有讲过，如果删除列呢，请你倒过来删，意思就是说呢，我的逻辑这样子 Ctrl 向下到最后面，然后呢我们就怎么样呢，一直往上去搜寻有没有就是它的那个 A 栏里面呢，如果出现日期两个字的话，那就帮我把这一列给删掉，这样子删掉。可是如果说以前用突破炼钢的方式的话很花时间，但是如果你用 VBA 来写的话，这样会简单多。那前面我有没有讲过说为什么要从后面往上删除，应该有讲过吧，有没有？好，因为如果假设啦，我们如果由上往下，那你会发现找到之后呢，假如说我把102列删掉的话，你会发现一个问题，103列会向上递补，变成它的位置，如果103还是我要找的，那就会乱掉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换一个方向，假如说呢我今天呢从下面一直往上删除的话，那我一直往上走，找到1116嘛，我把它删掉的话，那我要再找是一就往上找，如果删掉它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下面往上递补，可是我要往上就不会影响，有没有？所以特别注意将来如果在 VBA 里面呢，你要做删除资料的话，无论是列，无论是栏，无论是工作表，其实反向删除这一点还蛮重要的。可是要怎么样反向删除呢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一先到那个什么，因为我先用程式写我希望解决第一个问题，插入一个程序，程序名称的话呢，也许我叫做删除列好了，比如说我今天呢希望删除那些多余的列，那我就给它一个名称叫删除列，按确定，它会在下方呢帮我增加一个 sub。 那这个 sub 的话我讲过程式呢只有五行，第一行是回圈 for i 就是列等于第几列呢，最下面一列最下面一列的话我们就是 range 向下追踪，等于是本来2到最下它要颠倒一下，就是最下面一列从可能 A1 向下追踪 end， 然后呢前括弧向下追踪，我先把最下面一列写在前面到第二列，因为什么第二列，因为第一列是我要保留的，所以不能够删， enter 两下 next。 不过特别注意现在呢这个侦测到一定它会帮我把什么呢，帮我把向下追踪到1122这个数字帮我怎么样转移到这边来，所以是1122到2，那越来越少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记得如果你是前面大后面小的话，请记得请你在2的后面加一个 step 是阶层的意思，那预设是 step 1不用 step 1你可以不用打没有关系，但是如果你越来越少的话，记得是 step-1， 意思就是说我会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，因为预设值是 step-1 是越来越多，所以如果你没有加这个 step-1 的话，它变成说它跑这个1522之后的话，下一个就变1523了，它会往下不会往上了。 OK， 特别注意所以加了 step-1 的话，它就会帮你怎么样越来越少，所以它会怎么样1522 1521一直往这个方向，预设是往下往下就不对啦，就没有了。 OK， 第一个反向的回圈这个要学习，第二的话呢就做什么逻辑判断，什么逻辑呢， if 我的 A 栏，所以你打一个 sales A 栏里面的储存格资料，那就是A 打一个 A 栏就可以了，它里面的资料如果等于什么呢，等于两个字叫日期，所以你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给它一个逻辑，
哦，如果它里面的资料是日期的话呢 ，then， 然后做什么呢？啊，然后呢就是帮我把那一列给删掉。啊，这边的话呢，多一补一个 end if 哈、啊。删掉的话呢，那我们就是，哎，记得哦，那一列哈、啊、怎么表示呢 ？row 加 s，row 时呢就是那个列。刮胡之后告诉他说，因为我找到的是那一列是 i 列，所以那一列帮我怎么样呢？删掉的话就是点叫 delete， 这样就 OK 了哈、哦。delete， 哎 ，rows 我们好像我记得好像我们有学过是 delete， 它另外有个插入是 insert 嘛，哈、哦、，OK， 好像有印象嘛，哈、哦。如果有忘记的话，你可以回头看那个。好像日期与时间函数那个年历里面好像有提到是这个部分，好、哦，哎 ，delete 好像 delete 打错了，应该是、哦、如果你这个字不会拼、哦、你可以看一下键盘的、哦、键盘上面，那你打字一律是打小写，移开的话呢，如果有变大写，那表示呢你这个字没打错，如果移开还是小写，那你就要知道、哦、你字打错了、啊，所以我的习惯是用这样来除错，至少。不比较不会打错程式哦，因为 VBA 程式这样啊，打错一个字都不行，所以呢我的习惯哦就尽量哦，比如说打小写，只要变了那表示我打对了啦、哦、就这样子，程式也尽量不会出错，不会出错的话，那你会发现在写 VBA 就会很越来越得心，越来越上手，越来越觉得这东西还蛮好玩的，还蛮有意思的、哦、可以帮助我们做很多事情。好，那再来的话我们就可以执行它了。那执行的方式啦，当然你可以直接按一下就全部跑完了。不过如果你没有把握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是吧按 F8 逐行去跑。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因为它删除齁，不像说在 Excel 里面你是按右键删除，它可以复原， VBA 不行哦。所以如果你担心你删完之后没有的话，你可以再把工作表复制一个，哎，至少可以回头哦，不然的话你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了哦。那我们试一下哦，所以 F8 好，然后呢再来你会发现向下追踪到的是 1522， 然后到 step 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呢它会帮你抓到 A1522 里面是不是放日期，不是跳过哦，跳过就 end if 了哈、哦。那再下一个 152， 再来 15， 对吗 ,1521， 哎是不是，不是15，再来就15161817116了，是不是呢 ?16 应该就是了齁，1516，诶对，有没有，就这个就是 A1516 里面是不是放日期呢，它这个逻辑齁会帮你判断一下，所以呢判断完结果是什么 ?True， 有没有 ?True 意思就对了，就是它了。好，那它会怎么样呢，帮你跳到这个里面做什么呢，把 rows 的1516怎么样删掉，那删掉的话你会发现哦，这一列哦就会怎么样呢，不见了，你会发现这一列不见了，那下一个的话呢它就1515了，所以不影响 I 现在等于1515，那反正删掉嘛，它就递补的是下面而不是上面，不影响、哦、所以以此类推啦、啊、剩下都一样，所以我们把它全部执行，诶全部跑完，你会发现呢这个时候哦就会怎么样呢，没有多余的列了，有没有，诶干干净净的，所以第一个问题就解决了、哦、这个问题、哦、如果你不会用 VBA 写的话，可能用录制句集啊，用函数这些 无解，所以只能用什么，用手动嘛。所以如果删除列，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蛮值得学起来的、啊、也不用背啦，反正云端上都有范本，你不会下一次复制贴上来改总会吧，好、哦、OK， 做完之后的话呢记得齁、哦，再来就是怎么样呢，再来就是直接在这边让它下载完之后、哦、那我们就怎么样在这边再加一个、哦、注解一下二，那这个的话就是删除列，那删除列呢我这边上面这一段跟下面这一段都是 sub，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，我可以用 call 的方法，就是我可以呼叫什么呢，比如说这边有一段程式，这边有一段程式，那我可以到这边不用把这些程式搬到这边来，直接用呼叫的，前面叫 call、哦、call 删除列空一格、哦、OK， 那它会怎么样呢，等同就是
跑到这边的时候呢，他会去帮你做完删除列的动作，再回来，再做栏宽自动调整，哎，就搞定第一个问题了，应该可以懂那逻辑吧，哈。所以以后呢，如果你有很多很多个 sub， 那你如果要全部串在一起的话，你就可以加一个叫主程式好了，那个主程式就是 call 第一个 ，call 第二个 ，call 第三个 ，call 一直 call。所以你会发现啊，之前有同学很厉害哦。他学完我这个之后，真的哦，他可以把一个早上所有的事情全部，我看到是扣扣扣扣扣，因为他每一个拆成一段一段的，然后呢，他把一个早上所有要准备要做的事情哦，全部都写成 VBA， 就全部完成了，哦，所以他一个早上呢，如果以前做完了，那当然等于是说他多了很多时间了，所以他其实早上就会很轻松自在的做一些事情。泡杯咖啡嘛，跟找同事聊天啊，或者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或者是再去研究一下 VBA 嘛，所以他会多很多时间出来。好，那相对的，我觉得他的专业啦，他的自信心啦，还有就是说他的未来发展性，我觉得都还，蛮不错的。好，看到的都是还蛮正向的比较多。好，而且老板也对他越来越器重了。因为哇，怎么问你什么，你马上就会回答我了，跟其他的员工就是不一样。OK，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，第一个齁，就删除列。那等一下的话呢，做完之后再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在这边齁 ,1 到6号要把它变成什么分开来。诶，那分开来当然方法很多啦。如果没有比较好的方法，我们用资料 post。至于怎么做待会再来看。好，请各位先试着完成这一段哦。那这一段在云端上也有齁，可以再找一下齁，删除列。我是建议啦，尽量齁可以用自己理解，然后可以的话齁，因为它程式码不多，就只有五行程式。一个反向回圈，一个逻辑判断，再加一个删除列就搞定了。而且这一段程式齁，你可以用在很多地方上面齁，不是只有在这边齁，像我蛮常用到它，就是自动帮我删除某一些像什么删除重复列，我之前也用过，因为有很多资料一直重复好几个一模一样的，那我可以怎么样呢？一样做逻辑判断，如果我这一列跟我的下一列有没有一模一样的话，那我把下一列删掉，有没有？应该有遇过类似的情况吧，比如说你有资料不应该重复的嘛，一模一样的资料重复没意义嘛，但你要手动要判断，用人工判断很麻烦嘛，那你可以写个 VBA， 就是可以删除重复列。哎，这个还蛮……我是有试过，就是重复的列不是刚好在下面吗？那就是逻辑要不一样。我刚刚讲的是，如果它的重复列刚好就是在一起的，比如说三个，好，那这样我的定义是都刚好在一起。但如果说你要的是它刚好有重复列，可是不在。上下的话，那又是另外的逻辑了。你可能就是先找到一个，然后就比对全部了，哦，就变成说你不是比那个上面，我是比对到一个删一个，是一次先比对全部，对，再把全部一样的删掉。对对对，嘿，那逻辑不一样啊。不过其实都是做得出来啦，哦，一样是做，反正就是把一个东西丢进去，如果一样的，哦，有找到一模一样的，就把那一列删掉。好，那当然这个地方用的那个一定会有 rows 这个物件啦，点 delete 一定会有，哦，OK。那至于怎么做啦，反正如果有一些 sample 齁，哦，如果你们有一些 sample 啦，假如你实在回去试过不会没关系，哦，你也许可以提供给我们上课，我也可以马上做给你看，哦，是没有问题的。哦，这个东西的话其实就是一定是办公室绝对做得出来的啦，齁，哦，所以我给你们东西也要考量到那个实用性质，哦，不是说今天只是理论上可以这样，实际上怎么做呢，我想都是见招拆招，哦，因为 我以前就是利用这些东西，哦，在工作上提高非常大的效，就是效能，哦，能够用程式解决，哦，我就不会用键盘滑鼠在那边慢慢敲了。